去。算打那个咪咪北方。断电缺乏干净水，暗夜里每人500cc 热水冲泡香鸡饭。Is this the first time? Yes, it's the first time, but some of this first time. 我觉得这样会让我们比较能够体会灾民他们的辛苦。我们还有东西吃，然后听说有一些他们是几天没有东西吃的，所以我们已经是非常的满足，然后非常的知足，然后也非常的感恩。黎明升起，下起了雨，毛毯的包装袋巧妙变成雨衣。车轮陷泥泞，志工的双手成了输送带，送往大树下展开发放。然而雨不停地下，在骑马尼马尼的库帕发放动线一换再换。现在下大雨，而且这一些人都在等了。把毛毯搬进搬出，灾民也自动列队，协助加快发放速度。大爱新闻陈志才、杜永耀、新八卫报道。